你行嚟行去揾紧乜啊？我揾紧地方充电啊！等我教姐你啦，下载 EV 充电手机 app， 而家仲有新升级添。新升级之后可以睇埋停车场电动车充电器类型，实时情况都照旧有得睇。绿色代表呢个停车场仲有充电器有得插，红色代表充电器用晒，灰色代表实时资讯延迟，新加嘅蓝色代表你可以睇到呢个停车场嘅充电器数量，但系冇实时资讯。而家除咗政府嘅充电器，入边仲新加咗好多私人机构嘅充电器噶，经常会到某几个停车场，你可以将佢哋加入我的最爱，仲可以用地区搜寻揾你想去嘅停车场，方便快捷。你亦可以按自己嘅喜好修改设定同埋选择地图类型。你都有需要，立即去 App Store、Google Play、App Gallery， 或者扫描呢个 QR Code 下载啦。